来吧，沙漠，先分析对手。我对阵的是胡汉导演。知道了，就是分析彼此自己对比。为什么会选胡国汉？因为他说他是为了我来的。我不能让他白来这一回。哎呦，不得了啊，这个不得了啊！哇哦，嘿，这好玩。觉得在对战上的压力大吗？没有啊，就做好自己就行了。我对自己有信心。先给你开个张。好。舒淇老师，前两轮你一直都在抢哎。对，其实因为沙漠跟胡国汉两个人一组，要不然他们两个我都特别上头。我自己也在选择，我到底是要沙漠还是胡国汉。了解，咱们就把复杂事情简单化。舒淇老师，这把要不要做出大胆的选择？对，我这把要做出非常大胆的选择，就是我就不投了。目前，陈凯歌导演一下一笔，第一轮就到了100万。这个呢，也确实是因为和沙漠有两次合作，两次了，前两次都是。啊，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我其实蛮喜欢的，就是他其实做人稍有点木讷，啊，就是不太知道怎么去营销自己。这一点呢，其实我挺喜欢，我也从来没跟你说过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做导演啊，这是个好品质，可能。我跟你也提了一些建议，但我从来没有这个勉强你说一定要这么做啊，或者这么改啊。我觉得你都做了调整，但你该坚持的，我还是看到你还是坚持。所以我说，这也是做导演的一个挺好的品质。谢谢凯歌导演。电影这个东西呢，同时是一个与名利场相关的事情。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拍出来的电影可能多多少少的都会有所透露。沙漠啊，他的东西啊，就是他有一种纯粹的啊，甚至是天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我喜欢。很感谢凯歌导演，不止这一次了，这几次来的话全力的支持我。唰，哎呦，哎，进来。而且我觉得尤其感谢的是他无条件的去帮助我这样的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导演。电影这个语言系统里头，对话有的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能少则少。其实这样一个戏啊，它是写情感的，它处理上反而应该不动声色。沙漠今天很多的赞扬的话，别信这个，好好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谢谢凯哥，就一路这样学习过来的，我也希望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好，第二阶段来有请沙漠导演的两位演员。欢迎二位。四位老师好，我是王耀庆。老师们好，我叫刘野。我自己本身是完全没有演过戏的，就是完全的一张白纸。然后我自己把自己比喻成橡皮泥，就沙导安排我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就按照沙导的要求来。好，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一轮的你的目标票房。前两次都是150多，我觉得得超过它。168。168，慢慢往上，可能吧。目前预估票房最高的。178。200吧。200。哇哦，200呢？哇哦，大家都着急了啊，这个啊。200，好，两位演员刚才也看到了，目前陈凯歌导演。所以投资人投到了100万，是你们应该尽可能的说服投资人，看是不是还能够有更高的投资。我们之前确实跟导演研究过这个戏的成本，导演的意思是说，差不多介于可能100万到120万之间，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成本的一个范围，也能控制在这个里面，能够拍摄。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就是。如果票房低于成本，我今天都抵，就是您今天都不会亏。我可以把少于成本部分从我的片酬里面退还给您。这块咱不能输，这块咱不能输，咱也对，气势不能输了。咱们一定会比这多的，咱一定会十倍赔付。就其实到最后是票房是要补10倍的，乘以10啊，对对，所以不要冲动。没事，我跟杜小满聊一下。我再加10万吧。谢谢凯哥导演。我刚看王老师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神气特别有意思。我好像看见这人物，相信这个片子能够写好。也能够拍好，啊，我对这件事情是挺有信心的。祝贺沙漠获得了陈凯歌导演的110万投资。